站开幕营运报告案，结论同意备查。案二，民众提报案件成为早公墓区列册追踪案，结论同意维持列册追踪。审议案，案一，市定古迹番薛塘周边第一号列册追踪解列审查案，结论同意解除中正区城中段三角段16、17G、17G3、17G4、18、22D号城中段二小段636D号之列册追踪，为尔后相关工程进行中，如发现具古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聚落建筑群、价值建造物、疑似考古遗址等，应即通知主管机关处理之规定办理。案二，中正区博爱路150号原橘园百货店、博爱路148号文化资产价值审查案。结论：一，本案经委员综合讨论后，并由出席委员同意决议如下：同意登录博爱路150号原橘园百货店为本市历史建筑。登录的理由和资讯，请委员详看会议资料。二，同意博爱路148号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不指定古迹，不登录历史建筑。二，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历史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办理后续事宜。三，有关博爱路150号原橘园百货店及周边基地，遇有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时，请所有权人国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依《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提送本委员会审议。案三，北投区中央北路2段400号中国电影制片厂文化资产价值审查案，结论：一，本案经委员综合讨论后，并由出席委员同意决议如下：同意登录中国电影制片厂 A 摄影棚、录音室为本市历史建筑，登录理由及相关资讯，请委员参看。二，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历史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办理后续事宜。以上。好，大家看看，在会议结束之前，如果有要修正的，都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们先这样子确认，就继续进行下一个议程。好，接下来议程报告案一，案由中正区福德野长青庙历史建筑本体范围报告案。报告案一，福德野长青庙历史建筑本体范围报告案。案由中正区福德野长青庙历史建筑本体范围报告案报请公见，依据文资会第87次会议审议案三之结论办理。办理情形，本案建筑物经87次文资会审议同意登录为本市历史建筑，保存范围包括正殿，以1936年修建段围为主，前方广场及后方大门处所在土地。包括中正区河堤段四小段25、26、34、263、32、234、247、211、247、212、247、312、247、13的土地，为有关实质保存范围认定的示范的不健康确认后，再向文资会报告。那本局在2月24号邀集李承亮委员跟张副院长办理现地会勘，委员建议正殿保存范围为昭和11年修正之正殿，包含正殿庙身两侧外墙面，亦延伸至正殿前方阶梯线为止。这是那个保存范围左笔的地号大致的地形图。然后这是长庆庙的历史照片，就是早期，早期修建的部分。那这是目前昭和11年修建正殿势力位置的部分。那这是那个现目前正殿范围，我大致把那个保存范围的框架起来。那保存的部分，我们就是就委员的意见，就到那个正殿前方线的阶梯线为止，以及正殿庙身两侧外墙面，就是那个图面。那你办就是有关历史建筑保存的范围，你请同意修正如下：
保存范围就是正殿为昭和十一年修建之正殿，包含正殿庙身两侧外墙面，并延伸至正殿前方阶梯线为止，还有前方广场及后方大红树所在土地，包括中正区和平段四小段二五六等这九笔地号土地。那其余历史建筑公告事项则依八十七次文字会审议通过内容为准。以上。好，在这个报告案里头，我们有什么需要的？那个长庆庙管理委员会跟土地所有权人今天都有到现场，那可不可以由他们来进行发言？好，那长庆庙管委会洪文宏。对不起，主任委员，邓主任委员和各位长官，大家早。我是长庆庙主任委员，我姓洪，叫文正，曾经来过。那现在这个事情我们都在尊重，就是说，但是我有写了一个意见，大家过来，就是对我们的评审委员到的范围和维护的范围，我们极为感谢和很最大的肯定。我们今天正逢马祖今天是生日，所以我也赶过来，所以我一些同学都没有办法过来。这个地方，这个庙，长庆庙，其实地方在大家原有的、所有的，早期都是大家所有的，地方上大家的，不是我的。那当然，我们这种，像这种今天这种庙，现在的天那个天上圣母今天的生日，他正在保佑着我们的大家。我们都感觉到这很美好的一个地方。我希望，在于我个人认为，是希望说，这种美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更值得我们遗留和延续。当然，对于大家所评审下来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都尊重。那至于，就是以后要怎么来做，先前我也有讲过。第一次委员到我庙里头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报告过，如果您造成一个双赢的局面，就是说。不是说放给你们，土地是后来你们才弄到的。那么我给你买，我付上利息给你们买。那地方上有个信仰中心，有个老人，有些老人可以安详的在这边谈笑皆非，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全庙里所有的义工都给这牺牲奉献的精神的理念，代代相传，直至到永远永远。这是我们最渴望。这盼望，希望各位长官，如果能知道我们的用意在哪里，我们希望它留下来，真的是传统国土文化，值得保留，直至到代代相传。我虽然是主任委员，我一定会把我所有该做的，代代的那个所有的一切，比如讲，资料登记，或者是采访法人。或者是他所有的一切，我会真的，我在通过公司的方式来经营他，然后再给下一代的人。对不起啊，我要打个岔，因为我72岁了，我们的委员都是上了70几岁的人，我们真的是真舍不得这个地方，或者改建，或者怎么样。如果能造成双赢，还是刚刚那一句话，我们愿意，我们付上一点利息给你们买下来，地是你们，已经变成你们的名字。我不希望这个地方这么美好。刚刚我在楼下看到，有一些在那个原始风貌。刚刚有看在楼下看到有原始风貌，讲到了龙山寺，讲到了大稻埕，还有建成的圆环，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我是希望大家，对方也希望他抛开贵手，留点路给大家，我们都会很感激你的。我当然代表是以前的中建南中正区以前的古民区。谢谢大家，我谢谢各位长官，帮我们也给了这个通道，能够把这个事情做成。我就用意在这个地方，谢谢诸位，谢谢各位委员，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谢谢。那妙芳还有比较发言。这个是土地所有权人齐先生。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长官，大家好，我是这块地的土地所有权黄正德的代表，我姓习，主席的习。那
有关于长兴庙这个历史建筑保存范围的这件事情，那我代表地主有以下的几点意见。那既然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进入文字法的这个历史建筑的一个保存，那我想这已经也跟刚刚主委讲的，我要回应一下，这已经也不是说我们现在想怎样就怎样了。那既然已经有这样专业的认定，我们也予以尊重。那只是说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就是说很多的疑问都是从你现在已经认定的这些范围才开始。那我是希望说市政府能够在一些很多的问题上面要给我们协助，就是说你们认定了以后就这件事情就不管了。那包括就是说现在这个历史建物既然如果范围已经确定的话，那我们土地所有权是不是有这个义务要去做这个维护跟保存的这一些计划，还有做这些的作业？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跟庙方来做配合？是不是庙方你既然已经占用这么久了，也要有一些部分的责任他也要该负？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要请相关单位要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指示跟指导？那还有包括就是说，那既然如果说历史建物的保存范围已经限定成主殿以及它的两面墙，还有到前面的这个阶梯的这个部分，那其余的这个违建的部分，那是可以拆除吗？还是要经过怎么样的程序？还是说这个部分是我们要跟庙方再进一步的做一些协商？这个而不是说什么这个可以是私家收受就可以这样子来处理。那我也是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有专责机关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指导。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说这些计划都已经做完了，维护也做完了，也得到市政府认可，那我们地主既然这个地已经等于是没有了，那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比方说容积移转的程序可以走？那这部分又是哪一个机关可以给我们一些指示，来说我们要该怎么做？我想以上几点，我是希望说，我们既然今天事情走到这边，我们也可以尊重。那但是后续该怎么样去进行？那也希望市政府这边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指导。谢谢。哦，谢谢。还有没有？我们要先回应一下。庙方跟那个所有权人的意见我们会另外有以专案的方式邀请庙方跟所有权人的部分，那针对他的权益跟保存的方式，那我们会另外在依照今天的决议之后会做召开会议。这个有文化局知道。对，有文化局。这样可以吗？我们在后续，好不好？后续会来全力来帮大家协调，但是针对两位刚才的发言，我想这次会有市政府或整个社会大众还是非常感谢双方，所以说在整个文化资产的这个方面，大家都很配合，所以就是说三方你刚才讲的都能够善用的方式，后续我们再看文化局怎么来跟大家协调。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记忆因素的部分等等。好，我们还是针对这个报告案，那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地方？针对我们今天要确实的实质保存的概念，如果没有，我们就是同意他非常好，我们继续往下。好，谢谢。我们进行下一个。审议案一，案由本市历史建筑新生北路三段62巷27号门牌变更。案由本市历史建筑新生北路三段62巷27号门牌变更案进行审议。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8条，历史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复读办法，办理情形：一、根据1995年12月5日公报登录新生北路三段62巷27号为本市历史建筑，保存范围及方式为本案建物以全栋保存为原则，为未立建物在接锅整体规划经建物完整测绘后应可采本建筑风格保存，并适度以先建筑融合方式办理。其新建计划应经本市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与本市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同意后方可进行。二、该历史建筑于1995年7月由国财产局交售，由远雄公司承购。远雄公司申请本案保存再用计划，并于1996年11月23日提送公司会第13次会议审议。
有缘意见，本栋历史建筑由你转向后进行再利用时，仍需适当维持原室内格局氛围。会议决议原则审查通过，令本案工作报告书经本局于2023年3月30日同意备查。三、女权公司续提送中山区德惠段 H61 住宅大楼新建工程案，以本府都市设计及土地使用开发许可审议委员会审议。该委员会于97年5月23日准予核备。四、经查直接建筑郡主土地德惠四小段353/3521/352号业于96年合并至350地号，门牌号码于100年4月26日注销。现门牌号码为新生北路3段62巷25号。本局于2016年2月24日邀请召集人张委员公证，李委员傅国、李委员前朗召开历史建筑新生北路3段62巷27号门牌变更现开会议。会议决议经出席委员综合讨论后，同意本历史建筑变更名称、地址、定着土地地号，为其所定着土地地号已与新建大楼建物合并为同一地号。故历史建筑所定着之土地地号面积以其垂直投影面积计算为原则。这是本案的地级地形图，地号是中山德惠段四小段350地号。这是本案建物的位置套绘图，这是本建物现况照片，这个是侧面，这是正门的状况，它的牌已经改了25号。这是建物的平面。拟办一，拟请同意变更本市历史建筑新生北路3段62巷27号名称、地址及其所定着土地之地号及面积。收证公告事项一，名称新生北路3段62巷25号。二，位置或地址台北市中山区新生北路3段62巷25号。三、历史建筑及其所定着土地之地号及面积。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台北市中山区德惠四小段350地号。部分土地面积以历史建筑垂直投影面积为原则，建物为中山区德惠四小段5029建号，建物总面积为270.58平方公尺，实际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二、本案提请本委员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修正公告事宜。以上。好，谢谢。还是请教各位针对这个提案有什么意见？针对这个提案可能比较赞同。如果说大家没有特殊的意见，因为事先都调查过，OK 的话，我们就照案通过，照提案的方式进行下一个。审议案二，案由中华民国立法院（括号台北州立台北第二高等女学校）文化资产价值审查案。中华民国立法院台北州立台北第二高等女学校文化资产审查案提起审议。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7、18条、《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历史建筑专户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办理情形。本案系民众张军等4人提送具古迹或历史建筑价值建造物地报表，向本局申请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事宜。因直接建物已属本市列册建筑，本局于2016年1月18日邀集前朗委员、蔡元朗委员、郭琼宇委员、王玉春委员、詹庆群委员及谢瑞委员办理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公开。结论如下，本案建物经委员综合讨论，原则可定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专案小组委员意见摘要如下：面临中山南路之现有建筑原为日治时期第二女子中学校舍，在1919年及1935年两次兴建，形成三合院，二战后为中央政府立法院所在，目前保留及维护状况良好。一场大楼虽完工于49年，但具有立法之重大地位，与原台北州立第二女高中型外观结合，形成庄严之立法殿堂，应整体保存目标。建筑外观保存良好，如能将不当堆砌剥除，将更显其古迹之历史外表。一场之设计营造工法亦见证为年代台湾建筑设计美学，而一场空间亦具重要历史事件场域意义，应指定为历史建筑，未来应有扩张扩建之可行性。1935年北侧三层楼校舍
结构 RC 表面贴二D化制条纹瓷砖，为当时流行的瓷砖样式。现在瓷砖涂红色容漆，案例法院的说明原貌颜色是浅黄及浅褐色，亦是当时流行的颜色。立法院令于2016年4月6日函送该院委托杜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办理之立法院北部院区建物调查及测绘案工作报告书，本附件请委员参阅，另装凭本的附件三。一级地形图，面临中山南路侧建物为日治时期校舍，是由西南侧 L 型两层楼建筑及北侧三层楼建物组成，另东方进镇江街的三层楼建物为一场大楼。都市计划图，文化资产评估报告，创建年期依立法院提供的调查报告，行政大楼西及南侧为西元1919年，北侧约西元1935年，一场大楼为西元1960年完工，建物所有人为中华民国，并属土地所有人台北市。管理者及目前使用者为立法院。登录范围之影响评估，立法院于专案小组现场会勘时表示，目前有整体规划改善院区办公会议空间之计划，但对于有历史意义的行政大楼，会致力保存与维护，为一场未来可能会面临空间问题的问题。现场委员建议在保存一场同时，应有未见之可行性。当日会勘照片。本页为行政大楼外观，分别为面临中山南路侧及由中庭拍摄之样貌。下方可以看到 L 型两层楼建物与北侧三层楼建物的不同之处，是行政大楼的内部状态，一场大楼的外观以及内部。拟办，本案拟请同意指定立法院原台北州立第二高等女学校为本市市定古迹。名称立法院，原台北州立第二高等女学校，种类亚属，位置或地址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一号，古迹及其所定着土地之地号及面积，建筑坐落土地为台北市中正区成功段三小段98地号部分，该笔地号土地面积19454平方公尺，建物无建号登记，实际保存面积需以实际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据，原为日治时期台北州立第二高等女学校校舍，目前留存之西南侧流行砖造建筑系新建于1919年，墙身仍保留原有的材料与构造，1935年增建北侧钢筋混凝土造之现代主义风格建筑，整体建筑仍呈现原女学校建筑特色且保存状况良好。本建物二战后成为立法院所在，见证日治中后期女子中学教育及战后台湾女主法制史，在教育、政治、历史及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符合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1256款评定基准。二，本案拟请同意登录立法院一场为本市历史建筑，名称立法院一场，种类亚属，位置或地址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一号，历史建筑及其所定着土地之地号及面积，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台北市中正区成功段三小段98地号部分，该笔地号土地面积19454平方公尺，建物为成功段三小段671建号，建物总面积为4313.37平方公尺，实测面积需与实测数据为准。登录理由及其法令依据，1960年新建之一厂位在中庭中轴线上。量体分布优美，为余约正建筑师设计之现代主义风格建筑。一场为国家议事之场域，重大法案之催生地，见证台湾民主发展，其历史地位具代表性。符合历史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办法及补助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134款评定基准。本案拟请本委员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单位代表苏琪，那立法院也有准备一份报告。我们提报的没有登记。对，今天没有。好，那你是不是要请听？对。主席各位大家好，是立法院的代表王顾问，我们先请那个我们立法院的苏琪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说明，谢谢。
各位委员哈，我们一下就扼要的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地法院的现况哈。这个第一个这个位置的部分哈，这个我们这个地法院这个北侧是青岛东路哈，南侧是济南路，西侧是中山南路，那个东侧是镇江街，由这四条路把我们这个院区围成我们的院区哈。那我们的西南角的还有一个这个西南教会哈，目前在苏家是列为这个古迹的保存区的部分哈。那我们的这个地那个所在地的这个坐落是在东区成功段三小段九十八地号哈，面积19454这个平方公尺哈。那接着看这个土地那个现行都计划的这个部分，现在目前是这个国中用地，那个国中用地哈，看西南角那个部分就是绿色框线的部分，就是这个西南角的。那这个现在的这个投影片是我们立法院目前的这个平面配置图哈，我们看下一张。好，我们由这个立体图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正大门的部分就是面对中山南路的这个部分哈，就这个摸字形就是我们的这个行政大楼。那右侧比较高的就是我们的群贤楼哈。那这个北侧的部分就跟青岛东路，我们有青岛一馆、青岛三馆跟镇江街哈。那这个由正大门进去的那个有一个国旗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剧场。下一个。那目前这个由这个台北市都发局协助这个跟这个由这块地来跟这个国台署来换地哈，就是等值换地啊，就来进行这个都价的变更哈。目前都价已经由这个内容都价委员会审议通过哈。由于这个换地的部分是属于处分行为啊哈，目前在这个台北市议会来审议。下一条。那本案哈，在这个1月18号这个文资的这个价值审查小组哈，这个有，对不起，下一条。本案在1月18号这个文化局的这个文资审查小组哈，有给我们建议，就是行政大楼的这个部分哈。这个名称哈，建议是这个中华民国立法院行政大楼，原台北州立女子高等第二高等女子学校哈。那一场就是立法院这个一场哈，我们都可以尊重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属于这个城上区的部分哈，在镇江街的这个部分哈，这个专案小组也是建议我们纳进来哈，这个立法院院区哈。那北侧的部分哈，这个青岛公路的部分哈。我们本院哈是建议连同这个镇江街纳进来哈。今天这个反年轻的这个团体哈，就把我们这个立法院城镇包围哈，所以我们急需要哈，在未来在拟定这个古迹保存计划的时候哈，在划定这个范围的时候，我们建议哈，这个文资会哈，能够把这两个地方纳进我们的院区。以上简报，谢谢。好，谢谢。其他还有没有？请问国定古迹在哪？全部没有国定，行政院才是国定古迹。刚刚委员讲的是行政院才是国定古迹。好啊，还有监察院，那这立法院现在是要讨论他的文职身份。会议要进行这个身份的讨论。好，谢谢。其他人没有什么其他代表？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进到实质的讨论，好不好？刚才各位委员针对这个提案相关的内容，尤其是拟办的这些事项，有没有什么指教的地方？叫终结，不是长结，终结。委员看看。针对我们民办的，就是行政大楼列为市令古迹，议场列为历史建物，大家有什么意见？今天的出席召集李老师先。没有意见。是，非常谢谢。那刚才立法院这样的建议，尤其城塘区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来回应呢？这个在我们的。
的这个范围里面也没有办法去。因为啊、假设今天委员同意哈、就是立法院是古迹的话，因为他后续会做一个修复再利用计划。那至于修复再利用计划，他会做比较完整的调查。那调查的时候，可以透过他那个专业的调查，然后再把所谓的那个镇江街跟青岛东路划进去所谓的那个保存区的范围，或者是指定扩大指定，因为要有那个调查之后来当做一个佐证依据。因为目前委员看的结果是刚刚这样子木雅单位所拟的一半事项，可是他今天这样子提出来是比较没有一个属于基础性的一个调查资料，说为什么要扩大的原因，所以我们是建议后续再来做另外的处理。如果这样的话，立法院应该可以吗？就我们后续再做这个实质先例的。报主席，那个立法院，那个我们是建议这个委员会是不是给我们一个依据啊？我们未来在拟定这个古迹保存计划或古迹再利用计划的时候哈、我们会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并且我们会把这个调查资料分析得很清楚，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理由充分的做一个说明。那是不是请这个文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我们好有一个依据哈？谢谢。好。好，我们其他委员还没意见。朱大师也今天反而没意见了，没意见我们就通过了，我们就来听。文字上在那个指定理由跟法律依据的那个第二点。对，就这个第两点。这个见证日治中后期女子中学教育及这个战后时是建议把它修改为政府迁台后，事实上战后他还没有作为立法院的一个院子。对了，战后那几年还不是立法院。是，谢谢啊。对，好，谢谢。谢谢委员，其他还没有。可以的话，我们这边就照案通过，然后进行下一个。